带一下。
我是台湾地下偶像台中的子苑，只有阿斯塔。那如果对我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到我们工作人员前面这一个，看起来像8+9的人。他人不坏，看起来凶了点而已，他不坏。他就是走在路上会被警察拦下来无时无刻的那一种，对。但他没有做什么事情。对，那如果有兴趣想要找到我们的话，可以 FB 搜寻子苑。那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可以找他要我们的 FB 这样子。我的鸡块终于吞下去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稍微工商一下我们的活动。那目前的明确的时间以及名称都还没出来，那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。我们9月24号在台北的某一处有子苑的表演，这样子。那更多详细活动都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粉丝专页。那等一下呢，结束之后2:30到4:00，在50路500。巷五弄七号一楼的振兴行业馆那边有我们的，有类似像粉丝见面会，就是互动交流的地方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等下可以到那边来找我们玩哦。好，还有什么说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等一下大家要注意多喝水，那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，所以要多喝水，不要中暑哦。那接下来带来最后两首歌曲，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们一起玩到最后。
带来这样一首歌曲。以上是我们职业的表演，感谢。